请举手。好，想要这个的朋友可以非常的简单，注意听了。促销活动大放送，让旅展摊位前挤满检好康的人潮。2012台中草马国际旅展从16号开始，一连4天在台中草马工商展览中心热闹展开。这次主打的就是春假档期的赏花行程。3月份这个是赏樱的季节，那我们首要推出都是韩国，然后或者是都有一些早鸟的赏樱团，就是下沙的特价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还有荷兰的郁金香节，然后还有那个洛阳的一个牡丹花节，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这次的主要特色。韩国赏樱最低8900，荷兰郁金香季最低69000，以及洛阳牡丹花季最低36000。就连国内业者也推出最低3折的赏花之旅。而由于今年也算是结婚旺季，所以也有旅行社业者和泰国观光局合作，推出泰式体验婚礼的套装行程。这一次呢，配合泰国观光局台北办事处，特别推出了泰国体验婚礼。这一次的活动呢，我们会在泰国的中部安帕汪水上市场。水上市场在迎娶的部分呢，会由搭船从小河里面呢到女方的家里面去迎娶女方。所以呢，结束之后呢，会有祈福的活动。寒假结束后就是春假档期，尽管只有几天，但业者摩拳擦掌推出好康优惠，希望一样交出漂亮的成绩。